随着时代进步跟科技发达，人类越来越重视居住品质跟安全。台湾地区许多建筑物太过老旧，又经常发生地震、台风跟火警，墙壁瓷砖容易出现龟裂掉落的情形。其实欧美跟日本等先进国家已经逐渐以漆上涂料来代替外墙瓷砖。台湾宜兰市的金装涂料有限公司独家引进德国 Dalsy 集团的涂料品牌 Caparo， 并且在2018年5月23、24号两天，分别在台北天成大饭店、台南大义励志酒店举行产品发表会。总经理张玉琪在会中强调，金装涂料公司代理的德国品牌涂料有许多品质跟价格上的优势。价格还是有优势，因为我刚刚有讲，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涂料系统完全都走客制化路线，是根据业主的预算需求帮他做工法性的调配，而且是针对于现地的气候因素来帮他做微部的调整。好，当然有考虑到海边的气候、城市的气候还有山区的气候都有不一样。张玉琪总经理强调，金装涂料从10年前就将德国销售量最大的品牌 Caparo 涂料独家引进到台湾，当时还采集台湾各地的微生物、青苔跟空气品质，发现 Caparo 涂料以奈米石英胶结技术生产，有超过20年的超强耐耗性，还有抗污、耐天候、防水能力，不管在山区或是靠海，气候炎热或寒冷都非常适合使用，而且在价格部分可以说是高贵不贵，还能提供客制化服务来满足建筑设计师的需求。DAW Group has a portfolio of several brands, and every brand has its very strengths. Caparol is the brand for the professional craftsman, and it has a competence about color design, about innovation. It has a very large assortment, and it has very high quality standard. 金装涂料公司张玉琪总经理表示，除了 Caparo 涂料之外，金装还销售德国 Apina 内墙涂料。不管是专业技师或者是一般民众，只要有一把刷子，混合两种颜色涂料，就可以漆出有防锈蚀效果的美丽墙面，展现德国高科技的艺术品味。而且金装涂料销售的产品，在生产过程中或者是成品的使用上，都尽量做到避免污染地球环境，还有良好的隔热效果，可以为地球暖化现象尽一份力。我们油漆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完全无毒的，好，所以呢，而且呢，它的研发能力可以达到耐候性，可以达到20年左右，可以对抗台湾的那些比较严苛的气候啊，比如说台湾的青苔藻类特别的多，好，所以我发现德国的油漆呢，它可以完全去克服到它。德国的东西都是不断在领先。因为最大的关键是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会先有一个核心的价值，为了要帮助人更方便、更有智慧去使用这些东西。我觉得这个油漆的优势呢，最主要就是说它的耐候性非常的好，施工来讲呢，非常的快速。我想最主要还有另外一个点，就是说今天它的色彩相当丰富，可以带给台湾呢相当不一样的都市景观的感觉。就是因为金装涂料的产品有许多优点，所以在5月23号的发表会中，台湾各大媒体都动员记者前来采访，并且在全国性频道曝光报道，可以说是未演先轰动。张总经理在访问中再次强调，希望能够借由自家的涂料产品，重新诠释都市美学，让台湾能够变成环保、安全、优雅、干净又色彩缤纷的美丽宝岛。记者陈文旭、杨静，宜兰、台北、台南报道。另外，可能在这个医院。